它复制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小矩形体、小正方体，然后呢，我们为它进行移动一下，小黑人选择它，Ctrl Alt T，给它这样向下移动一下，移动一下，回车，Ctrl Alt Shift T，就可以进行等位的复制。然后呢，我们全部选择它，Ctrl Alt T。回车，Ctrl Alt Shift T，我们就可以画出很多很多这样的图形来。然后我们把上面的、上部的删掉，回车，下边的两个删掉，依次给它删掉这些图形，删掉三个，删掉两个。删掉三个，删掉两个，把这些删掉。哦，好像是删多了一个，对不对？删掉这些。然后再删掉这个，再删掉这一个，删掉这三个，删掉这两个，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制作了一个由矩形阵组成的小箭头？这是一个简小的简单的案例哈。好。